向北大学城的桥下有一个小市集，有一个狗贩子正在杀狗，当时已经杀了两个狗了，现场血淋淋的，当时还有十条活的，我们就联合了几个志愿者把这几个狗狗救回来了。还没成年呢吗？咋了呢？姑娘，你瞅瞅，看着穿的挺慢的呗。这小狗多大呀？大，是金毛吗？金毛呢？这是啥呀？你把这是啥呀？这尾巴好像可怜。这是啥呀？你看，上来。啊，范博来。啥？姐们，直接把这个头给它剪出来。范博，这是个范博。范博。范博。看这个小玩意儿，看不大点儿，大点的小玩意儿。看这边是谁？是谁？啊？那个咋的了？那个是受伤了吧？咋的呀？哪个？那你起大杆来，我看看他，我看看大杆来。哎，受伤了。
看毛，都是毛，一看都是毛。行，你看看这两个大狗安排哪儿？哪把大狗扑哪儿啊？那大狗安排在哪儿啊？那他俩放哪儿？没有地方，现在。